来看了这个各地详细温度了。北部地区是这17度到24度，这中部地区拢是出日头好天，温度是18度到27度。在南部这恒春是落雨，温度是21度到27度。来看到这东部地区，这花莲、台东、甲兰州拢是有落雨，温度是19度到25度。外岛的朋友，金门、马祖拢是好天，温度是14度到24度。